喝的呢。那你还不赶快进去喝？你说很渴吗？很FoodPanda。你喝完直接叫他把你抬回去就好了。在隔壁。要付钱呢，付2000元运送费。不用，你说代驾只要不用300公尺代驾，那也是要代驾什么？我没有开车来，你要代驾什么？要推那个推车是不是？我没有东西过来，就这样子比一个动作拿出来。好，你载我回去，快点。是啊，太醉了太醉了太醉了，快交给你，快载我回去，醉到炸开来。